恭喜周渝民，请看大屏幕。从《流星花园》里的忧郁王子，到《痞子英雄》里玩世不羁的痞子警察，他一直在用时间证明着自己的成长和蜕变。尝试喜剧，挑战古装，他想要带给观众更多惊喜。实力与人气兼备，其特有的人格魅力越来越得到肯定。2018绿上小子风尚盛典年度风尚最受欢迎艺人周渝民，恭喜周渝民先生，请您上台领奖，有请。第三位合影留念。谢谢，再次感谢段奕宏先生，也谢谢张晓光先生，谢谢。有请周渝民为我们分享。好，谢谢，我也爱你们。谢谢小资，在2018的一开始就带给我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好运，那我把它当作是对我自己的一个鼓励，也希望我自己在2018年能有更多更好的一个作品呈现给所有喜欢我的朋友们。再来就是谢谢一直以来一直默默支持我的粉丝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我会加油，谢谢。好，再次祝贺周渝民，谢谢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会。